锅巴啊炒泡饭，锅巴炒泡饭，恁爸把恁妈妈逼得变成咖位。赶快准备食材啦，在那边乱唱什么？没错，在料理前固定的仪式感很重要，我就是喜欢有泡沫的。前几天买了个新横杆来挂锅子，而且是吸盘式的，很会吸哦。 今天要用什么锅子呢？用这个小炒锅好了。今天这道菜是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，我来试试看用台湾的泡面会不会好吃呢？首先把猪肉切小段，像跟同学切八段那样的切。然后今天切菜板就用完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稍微洗一洗，甩一甩，木纤维的干得很快哦。 然后我们把泡面捏碎，像捏泡泡纸那样捏碎它们。然后，对，用做的，喂嘿，还好你包装没打开，要不然会多一味哦。今天为了方便，我们用的是微波饭，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煮哦。台湾的微波饭就是方便，而且都是用好吃的米哦。我们设个1分钟就好了，等待的过程，我们再进行一下仪式。微波的时光总是快，时间到了就拔出来，不是，是拿出来。Let's go on， 谁听得懂啊？小心饭很烫哦，一定要用俗辣的拿法，才不会被烫到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。开火，加个油，1大匙，润个锅2、3圈。 然后切8段的猪肉下去，把它们拉熟，甚至有点焦焦都没关系，不是主持人的那一种。然后整袋泡面，喂嘿，不是连袋子一起下去，记得调料包也要先拿出来哦。接下来水加个150，然后盖起来，焖2分钟。在空档的时候，当然就是直接来续杯。我的全都是泡沫。 你会不会倒酒？只要2分钟，泡面就焖好了。喂，赶快掀盖啦！哇哦，你看我们的水分蒸发喽！喂，白饭进来了啦！白饭进去以后就开始拉它们，像炒饭那样把饭跟泡面炒在一起，那就是炒泡饭喽。 然后你会说锅巴呢？等一下就知道。我们把调料包都下去，不用其他的调味就够咸喽。胡椒粉一定要抖干净，好吃的来源就靠这一包啊！稍微翻炒均匀，就可以准备来做我们的锅巴啦。中间先弄个洞，让我的蛋能放进去的大小，然后卡颗蛋，直接下去。哦。 没错，就把蛋卡在那边，不用动它。接下来很重要，先关个中小火，然后见完它最后一面之后，就可以上盖，焖个4分钟。在这段期间，当然是要跟第二杯啤酒进行一下心灵的交流，然后偶尔听一下隔壁太太在干掉她先生什么。哦，时间到，第二杯啤酒也注入完毕，然后就关火，1、2、3，哇哦！你看那烟雾喷在我的脸，不是喷在镜头上，来点黑胡椒提味，就可以像倒披萨一样把它倒出来啦。来点葱花点缀一下，最后撒点芝麻，白色的。 Oh my god！ 你看那锅巴的状态，那是最好吃的部分。你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加点辣油，或者是我强烈推荐的柠檬汁。这一盘2人份，我一个人就干掉。如果你们还想看小叔继续做菜，那就爱耶！咦，按赞粉丝团跟分享。